牛骨锅是啊，特制的了，潮州哦，潮汕味道哦，是那种清淡，不应该叫那个牛骨味道。哦，了解了解。然后这个牛尾锅呢，是我们自己自创的招牌，哦，也是招牌，药材味的。药材味会辣的吗？不辣的哈。对。然后辣的话就这一个香辣。香辣 ，OK。然后就是番茄，番茄是很清淡的。清淡的哦。然后你们可以选鸳鸯。鸳鸯哈，鸳鸯它就是看着你要哪一个配就直接拿。我想问你我想问你哪一个鸳鸯是最受欢迎的？最受欢迎的，最多人点的。是牛骨跟香辣，或者是我们的美颜跟那个招牌锅。哦，招牌锅是哪一个？就是那个牛牛骨牛尾有药材味的。哦，牛尾药材或者美颜，对，他们是很大的差别，一个是非常的清淡，不会盖掉那个牛肉的味道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你可以吃到那种古早味道，对，药材嘛，也不会辣的嘛，不辣。看来这个不错了，我看我们也点这个。对，这个是鸡汤跟牛尾。OK， 好，可以。那个牛骨汤跟那个有药材味的吗？啊，哪一个？牛骨汤是第一个嘞。牛骨汤是那个很清淡，很清淡的嘞，没有味道的。对，那就一点味道啦。一点味道，牛骨嘛，就那个比较好，那个美颜跟那个招牌。我们的那个 dipping sauce， 我会帮你每一样每一份。好，然后你喜欢哪一个呢？你可以再点的。好的。对呀。OK， 然后你们要喝什么吗？这边有柠檬茶跟酸甘水。好啊，柠檬茶酸甘水你要什么？我就拿酸甘水或者柠檬茶。对，两杯都点一个了。好了，两杯都一个。OK， 就帮你们先点这样。好，谢谢你啊。真的很多傻牛，你喜欢吗？那个人给我了。
不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，哦，不知道吗？我以为帮他一下。OK， 原来是帮他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好，谢谢。Take one? Want to bring the soup first? Ah, yes. Yes, I help you. Ah, yes, you help. Okay. You help with the soup. Drink a bit first. Yeah. Just the soup only. Yeah, yeah, yeah. Okay, okay.关小火，对，这上面呢，这些肉上面都有写那个 number 的哦，所以等一下你们一你们吃的时候可以 go by the number 了，就是从 number one 吃到 number eight 哦，这样子啊，然后这边四五六七八了，哦，说跟着走就不会错了啊，是从瘦吃到肥，这样子你们才感觉到那个五百一十斤的哦。是有写10秒、8秒、15秒、12秒这样。哦。等一下我会示范给你们看的。哦 ，OK 好。我们是先吃完全部的牛肉。啊。然后这个牛杂也会帮你们先放进去，然后好了我会帮你捞起来。哦。吃完这些牛肉过后呢，我们就会吃那个濑粉。濑粉。先吃濑粉先，因为有那个肉的香味，然后煮那个濑粉可以吸收那个汤的味道。哦。然后之后我们才会下蔬菜。哦。是有那个 sauce 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会帮你们煮的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先拍照吧，等一下。
你先关着吧，先关着啊，我们拍照先。我本来想自己来的。我问你，你自己来的是谁？最脆，最脆，最脆。它的饺子里面很少是吗？哦，猪心呀。OK， 来这边吧。可以。哪里广告啊？那个 Facebook、Instagram 各种啊。什么名字我也想问。好，那个 HG Food 啊，你会看的，因为我会 tag 这个潮牛、哦，你们会看到的，上你们的。哦。那个是嫩肉。嫩肉，你可以看它那边的图片，都是它的部位。哦。嫩肉就不可以放太久。三秒要拿起来吃，三秒来这一次。
好像可以吃了。谢谢。再尝一口，再看看，再这个，是哦。它现在重点是你要刚刚好。哦，就是，往年这个烹制的好好，就很好吃。啊，对，因为要煮到刚刚好，不会太熟。对。所以我先把你放一点进去了。好好。这种煮太久会不会变成硬？不会了吗？好，先上一点。我就一次过帮你煮完一盘，因为正常我们是煮一盘。哦哦，你煮一盘就对了。下盘你吃不完。对对对对，煮一盘先。我们先试试看不同。可以知道每个部位的肉。对对对，做得好。等一下的一盘我们就自己弄啊。这要15秒，比较久。五花皮，这个有口感，这个有点猪味啊。我自己做啊，一定是放他们，好吗？这样，这个有点啊，荷包的味，古早味。
比较瘦又比较嫩的味道，通常是最瘦的开始吃起的。啊，对，瘦的开始吃到肥的。是不可以煮太久，应该是重。啊，等一下你点那个肉，我要拍很美，点的很生地地的说话，哈哈哈哈。这个好吃吗？好呀，你吃这个，等下我吃，我吃那边的，等下拿去。他全部可以全部放吗？哦，好了好了，全部放就全部放。你吃汤啊？陆婶她的汤是给我们喝。哇，这种汤是有苦的嘞，它真正蒜哦是很少的，它 really 蒜是很少的。是脸颊了。哦，脸颊。是的，脸皮更厚。比较瘦。好快的，我发现你算的也没有这么久哈，挺快的，不要太熟了。对。他以为你准备要太熟，他就没有熟了，很好的。我讲错了，我在弄。可以吗？那就十几根了。啊？那就十几根比例。消十根。消十根。啊。要加一点点汤吗，老板？汤啊。You want to eat any more soup? Maybe not yet, not yet. Still come. Later, I call you. 就十根好像还没。消十根。啊，等十根好了。等十根。哇，好多好多。哇，这个很有趣，每个菜品一种不同的口感。
这个，好吗？都可以。中间那个比较嫩，我吃旁边比较没有这么嫩，中间大片的比较好。啊，可以就照着你这个啊，不用管我的啊，照你的那个方法啊。捡东西的嘞，什么东西？你看袋袋的，袋袋的，它开始有点肥肉了。这个很好吃，你这个全部放了吧，全部下去。全部放完。对，全部放完。最后一个。OK OK， 今天 OK OK， 一半。这两天你放到完，那好。这样拍起来的话。Thank you.
待会把资料全部放下去，因为煮很久了。还有肉，要两片鱼。
Yes, okay, okay. Later, I call you. Okay, thank you. Thank you.牛津大学，你要吃牛津感觉。其他的肉自己来了，他说要给我吃牛德先，我说请他吃肉先。反正这个给我。哈哈哈。谢谢。来来来，我们吃肉吃肉。我也要吃，这个你没有吃啊？吃了，喝多了。没事。我看你这下看没有吃。真的吗？你这么客气啊！哇，好客气哦。为什么有个菜在里面？不是你那个菜。台湾肥牛，其实全部都好吃哦。把那个生日给他吃了。然后在，哎，他在做呢。哦，也。
时讲，怀疑一时讲。乜嘢茶？哦 ，OK， this is the OK， OK， OK。它里面还有东西的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哇！它等一下，等一下去的。葱油，葱油，葱油啊！葱、嗯、油，哦，葱油 再算一下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哈哈哈哈。配这个好吃。如果你是啊，全部算完了你才吃这个面，你就会再叫多一盘。但是它的还有我们留下一半是对的。
是带你的，我的，我的，真的吗？你要吃吗？因为刚才我三天的时候我吃多了一点。哦、oh, ，OK。你的时候这边有一点。哦，这样诚实啊！给你一个诚实大奖。去捞那个牛筋。为什么那边有菜的？是我们的吗？这个还是那个香的。那菜是那个汤底的，不要吃了。嗯，拿过去啊！